村渔村，看到很多的长者啊，经营管理非常厉害，生产端非常厉害，但往往受制于通路，往往受制于整个市场，而这个市场端往往受制于这个盘商的一个管控，让农民呢有时候血本无归，所以我们呢积极的去把通路打通，那然后呢生产端的管理提升这样的一个营管的一个品质，所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的是整个从生产到物流到整个销售能够呢垂直整合，我想这是我们在新农业运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去改变过去传统状态的一个做法。说真的，我们合作社的责任是蛮大的啦。一般我们是由农民所组成的，那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是说你要叫农民怎样去整合他们该种的东西，把它种好，叫他们怎样去分级包装，然后我们要怎样透过我们的行销方式，我们的通路，把东西销往末端销售的那个地方去。我们一直在提，在找通路，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从我们的通路到大陆去啊，到香港啊，到新加坡啊，甚至到加拿大啊、韩国、日本啊，那都是我们配合政府的协助跟农民的努力。针对我们农产的这个行销方面呢，我们是全面全方位的。我们针对国外的市场，其实在潘县长上任之后呢，我们是布局全球。那从去年我们也跑了很多地方，包含日本、韩国，然后今年也到杜拜去，到中东去，还有巴林。那我们来尝试未来我们可以将我们屏东县的各项的农渔畜产，甚至花卉等等，都可以到全世界的这个各个市场，分散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对于市场的依赖度，对于这个农业的这个坚持，还有对于这个农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呢，我们希望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去。屏东县呢，我们责无旁贷的在国内去建构这个通路，从整个这个国内的重大交通节点的休息站，或是各大百货公司的超级市场，最重要国外的布点，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市场，到港澳，一直到东南亚的新加坡，一直到北美的加拿大、美国，甚至呢，我们已经开通了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中东市场，从国外国际的布局，国内通路的布局，国外可以分流，国内可以集中，来稳定这个农产品的销售量跟价格。从单价这一点呢，可以印证了我们大概目前在推动的一个方向，是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一个基础之余呢，那我们屏东优质的农渔产品能够供应到全台湾甚至全世界的各个几个主大的一个市场。